龙谷，那不就是你的老家？你要带我回老家啊？吃你的饭吧。天耀背负了这么多，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？杨慧，原来你才是我可遇不可求的起点，该如何不谢？等你以后飞黄腾达了，一定要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就是了啊。这龙骨原来这么漂亮，你喜欢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我不喜欢吃。啊，还有人不喜欢吃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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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个，你喜欢喝什么？露珠吧。露珠。你最喜欢的颜色呢？没有。黑色。黑色是不是？你总是穿黑色的啊，今天没穿。黑色。天耀，在我们玄门，只有丈夫才能给妻子梳头。我喜欢上他了，我已经喜欢上他了，我完了。公主，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？没有。走了走了，再来主持了。我这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你又来了。哎呦！哎，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。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他不是已经情根深重？龙主，你帮进去取剑吧。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。嗯，龙主冷漠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。你看，狗狗开心。你认真点儿。我很认真。从前有一名隐士，叫北郭先生。燕慧，你越界了。我知道，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，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